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七月三号嘅《啤李晚报》，咦，今日呢一个中环夏至充气奇迹，我直情唔知有啲咁嘅事喎，有啲咁嘅事咩？免費入場咯，即係嗰啲充氣，即係整啲咁樣嘅嘢，俾你影下相啊！我真係直情唔知喎嚇，我真係背得緊要啊 ！OK， 嗱，今日咧，我哋尾嗰兩節咧就會有嘉賓上嚟啊，咁我覺得大家真係要留意一下咧今晚呢兩節就係講咩咧？就係講 AI 嚇。咁當然啦，最終咁我哋都係會有個 AI 課程嘅。咁但係咧，因為當中我會播一啲片啊，就係點樣 AI 生成嘅 Barry。OK， 咁我就覺得咧其實我真係唔知係大概我知咩叫 ChatGPT 啦，但我都唔識用，因為我哋俾人禁制咗啊嘛。咁我哋咧就會好簡易咁樣咧，呢個課程入邊咧就會教曬大家。咁我基本上覺得咧我唔知啊，我唔知會唔會有網嘅報名啦。但我覺得你唔識應用 AI 咧，今日簡直係沒有未來嘅啦。即係去到而家呢個情形 ，OK， 即係我有啲朋友已經係玩到不哭我仔啦。即係能夠做到好多咧，我哋估唔到嘅嘢嘅。咁但係而家即係我已經覺得咁神奇嘅時候，原來只不過係佢哋叫做即係最初階嘅啫。OK， 好啦，咁我哋當然要講下新聞啦，因為有嘉賓啦，據講係靚女嚟㗎，係嘛？係啊，靚女嚟嘅。咁咁我哋即係一如往常啦，即係好攰啦，頸緊膊痛啦，啲骨火又上升啦。咁點解咧？因為始終係唔夠瞓啊。雖然我已經係冇睇三點嗰場啊，但係你就算睇完荷蘭嗰場咁，其實都兩點幾啦。我通常其實我瞓覺落床就兩點七八個字咧，就係臨到就嚟要開場頂唔順啦嚇。咁其實都冇心睇嘅。咁終於啦，即係我叫八強入邊，我估中咗七隊啦，荷蘭估埋啦，就真係估唔到土耳其。咁其實我真係估嘅，因為咧你話講之前咧，咁琴晚表現都唔差㗎，奧地利係嘛？咁但係你土耳其喂，咁亦都係真係好有針對性喎，係嘛？咗粒波，係啊，神咗入咗粒波，有運啦，係啦，咁咪成個過程唔同咗啦，成個發展係嘛？咁但係anyway 咧，咁你兩個國球你都防守唔到，咁你就冇辦法㗎啦。有陣時即係足球某程度都係一個鬥小犯錯嘅比賽，所以啲人開到土耳其咁撚懶啊，真係幾倍啊！冇嘅，呢個世界上足球嘅嘢，唔係就算佢點樣開冷定熱都好啦，你都係玩嘅啫。我真係覺得，你即係波係就係波啦，係嘛？即係就當總言之咧，最唔好嗰樣嘢，你玩賭乜嘢都好，你亦都有十賭九騙呢個心態，就更加唔應該帶住，就千祈唔好咧。贏咗就話屌睇撚死乜乜乜物，屌你梗係啦，幾撚勁啊點點點，一輸咗就打假波，咁我最唔中意啦。咁你其實譬如荷蘭啦，咁琴晚應該點講咧？荷蘭琴晚嗰場波就咁比錯三比零啦，但係我睇翻個表現咧，都係進步咗好多嘅，即係爽朗好多對波。唉，好好分組賽十倍啊！好多數好多啊！終於似翻啲樣。咁你話係咪你去到呢一刻，你唔能夠排除佢可以入到決賽，甚至乎贏捧杯嘅喎，因為咧。波咧就最緊要喺呢咁嘅場，即係呢啲咁嘅賽事咧，一度進步，其實好多時都係噶。譬如我哋睇葡萄牙2016年，唔好講啦，譬如1982年巴西，甚至乎你1988年嘅法國都好，佢越打越好，越打越好，越打越好嘅時候咧，咁啊最緊要嘅啊！你反而你開頭哇好撚 sharp， 屌你8-0數呢隊，7-0少呢隊，點知去到決可能八強、16強咁啊，嗱亦都唔奇啊！咁啊，荷蘭琴日就～叫做係都風清氣朗咁樣，即係好爽朗地入咗去。咁即係話而家咧八強啊全部產生啦。咁啊西班牙對德國即係兩個只能換一個啦。咁啊法國對葡萄牙呢啲其實全部都係應該係世界盃或歐洲國家杯嘅四強決賽嘅戲碼嚟嘅。咁呢邊荷蘭執到啲好醜啦，對住土耳其，咁係咪一定贏緊咧？贏面就大好多嘅。你睇琴日嘅表現，咁但係係咪贏緊，我永遠都唔夠膽講啦。反而瑞士對英格蘭咧，或者就真係好有懸念啊。咁我你問我，我梗係捧英格蘭啦。另外一方面，我亦都真係中意阿格列沙卡嘅嚇。咁你話但係就咁睇表現，過去四場波嘅表現嚟講，咁一定係瑞士，唔使諗啊，眯埋眼噶啦。咁但係係咪咁樣咧？又或者英格蘭係咪終於揾到條 form 咧？原來收腹肌，原來好簡單。阿收腹肌，哇！原來屌你唔撚使咁煩喎，分分鐘擺阿彭馬出嚟，屌你老母！然後擺阿東尼喺前面，係咁
喂，你記唔記得舊年咧上屆咧，反而咧嗱，而家你哋大家成日鬧啦，有阿史端寧啊，上屆啊，跟住就將阿卡利簡尼騰下一屆又俾波啊後上啊，喂，其實踢得仲爽過今年嘅喎。你諗下，你舊年嘅時候，你今年喺度踢咩咧？到而家踢咗四場啊，你都唔知佢踢咩嘅喎。即使係即係叫做淘汰埋咩啦，斯洛伐克，我都唔知佢踢咩嘅喎。咁你話即係呢一場波又係咧啊，好點講啊？好引人注目噶。咁其實唔係好耐嘅喎。呢、這個禮拜五晚咧，五晚六晚就嚟了嘅咯喎。嗰幾場即係八強賽事，哇！唉，屌你，今日已經係星期三啊，好撚緊張啊，所以咯 ，OK。咁我就當然啦。At the end， 你話我希望邊隊贏冠軍咧？我希望啊，講咁我都係希望英國贏冠軍，好似即係好似阿東咁樣。因為點解咧？我唔知阿正係咪啦，即係始終對佢都係有啲感情嘅。你睇得多啦。喂，如果冇感情，就屌佢阿媽免得咯。哇！真係好啦，正常添。因為阿東呢啲邊度中意英格蘭？正常識睇波人都中英格蘭。咁唔係啊，其實就係陳意傑咯。我哋講如果冇陳意傑，正常睇唔會。你唔好屌阿東主啊！就算我哋自己啊，就算我哋自己而家都係有陳意傑咁解。係啊，純粹陳意傑。真係好撚屎波，唔係咁解啊。其實我係屆屆都屎嘅，係九六年咯。唔係啊！就算你講嗱，問心嗰句，問心嗰句，就算你講個人又話幾勁幾勁，佢身價咁高，係咪真係咁勁咧？嗱，可能都係世界一級嘅，係咪世界一級一咧？屌你睇下英超多啫，你而家你睇下嗰啲屌咩斯洛伐克嗰啲，喂有啲幾撚勁啊！屌你咩西年紀大嗰啲，喂屌你班費原來可能你一個球員等於人哋一隊波啊！咁但係因為你英國你英超咁解啫嘛，同埋我哋識啫嘛，真係好撚渣啊！屌你咩？咁今年收股機都賺喎，佢又咁佢嚟緊曬股嘅，佢特別啲嘅嚇。咁我都希望咧，即係英格蘭咧，即係能夠一蘇。其實我真係覺得上屆真係好唔抵。阿女王啊，仲喺度，喺女王趁阿女王喺度嘅時候攞捧個杯，其實就係收股機啊輸。即係上屆啊！屌你咩？而家女王都走埋啦！你就算今年捧起上嚟都好啊，衝下氣啦！英國咁啦，冚家冚得撚橡皮糖呢期係嘛？咁但係即係你嘅期望啫。咁你幾多關要過先過要瑞士？過完瑞士你要過到荷蘭或者土耳其都唔易過啊！就算土耳其啊！如果你咁表現，點解只中國隊佢咁樣？邊、啊、隊都冇勝算嘅。你屌你佢對住隔離嗰幾隊，我就俾到葡萄牙你踢咧，係嘛？俾你德國你踢嚟，你有咩勝算啫？對住西班牙、法國冇勝算㗎，但係又唔係輸緊。咁講 ，OK？ 有冇而家大家有冇覺得麥隊長好似都穩陣好多喎？原來嚇、啊，即係喺英格蘭嘅表現。好啦，我哋講下啲新聞先。好啦，首先，屌呢個政府統計處咧，反而我睇到另外一樣嘢。嗱，佢就公布咗香港今年五月零售業總額嘅銷貨總值啊，咁啊305億。按年跌 11.5%， 即係比舊年再跌多 11.5%， 係比預期嗱，預期佢都預期得閪嘅啦，佢預期就會按年跌 10.8%， 但係係再差勁啲。OK， 嗱，主要咧 ，OK， 咁啊扣除埋嘅零價格變動咧，咁其實咧零售業嘅總銷貨價值啊，都按年跌 7.7% 嘅，扣埋佢減埋嗰個即係價格變動啊。咁你當然係啊，好重要咧。舊年其實五月都唔見得好生意啦。咁即係話，如果我哋咧，你自己睇下自己盤生意啦。你係跌得多過11.5% 咧，比舊年五月咧，如果你做零售啊、本地嘅服務咧，咁你係比大市跑得差。咁我如果你真係跌得少啲，又比大市跑得好啦。咁我啊比舊年跌咗足足100% 嘅，因為我舊年五月咧就係減價，因為準備裝修啊。嚇咁啊冇得講啊。咁但係咧係的而且確咧，呢兩個月咧，甚至乎而家七月咧。都係覺得好淒涼啊！嗱，咁就好在今日開始有翻啲人喺個街度行啦。我都唔講我呢度啊，我希望咧即係大節過後會好啲啦。嗱，其實而家綜合咧，因為我日都會有留意一下一啲關於啲咁嘅零售生意，好似早幾排咧好似01啊，我揾咗個唔知乜嘢食肆嗰啲店長咧上去大陸去睇人哋點樣做啦。咁亦都訪問一下啲香港人啦。咁其實大部分人咧都話。我真係唔知喎，後來我家姐嗰啲同我講，佢話就如果深圳價錢同香港就唔係爭好多嘅啫，即係你要爭得遠，咪再去遠啲咯嚇。咁、但係點解上去咧？其實大部分就係話個服務啊，各樣嘢嗱，有時真係好慘嘅。屌你老味，咁你點啫？你因為咧嗱，香港人係咪一定服務好？唔夠膽講。你請大陸新移民，點解喺大陸可以服務得好，喺香港服務唔好咧？係嘛？你始終就係
香港因為真的很短缺勞工啊，所以他哋唔撚優做啊，個服務態度咪差咯。喺大陸你唔做，大把人做，佢始終十幾億人啊嘛。不過呢個情況好快會扭轉，你哋繼續上大陸啊。因為咧，我已經知道我差唔多每一個老友，我認識得嘅，只要係做零售、係做餐飲，係全部人都請緊外來勞工。所以咧，到時你哋失業啊，或者呢個服務會服務態度會扭轉咧，咁我覺得都係有可能嘅。咁到時又點啊？咁我哋變咗冇嘢撈咯喎！香港人好多基層大眾啊，咁或者嗰啲基層大眾，你係勤力嘅，咁你就好似老蕭話齋，你就變咗管理階層，你會做高一格嘅嘢。咁但係你有好多真係好 hea 噶嘛，我都識得啊。仲有消費氣氛啊，香港消費氣氛呢個係最呢個係最重要啊！呢個係最重要。喂，真係喎！有陣時候，喂，其實我哋香港冇人哋咁寬敞，冇人哋咁好食，冇人哋咁平，都唔係今日嘅事啦。即係就算19年之前都係噶啦，商場係嘛，冇咁多人，冇咁熱鬧。喂，爭好遠啦！屌你裏邊入個百老匯，冚家產，嚟發自內心啲嗰人啲笑容喎。係啊，逼你嗰啲喎。喂，你琴日好似你琴日唔係琴日，即係譬如你入到個百老匯，諗住行下 shop around， 屌你老味！發覺有七八個 sales 好似隻眼，唔好話佢跟住眼尾睄住，因為冇人啊嘛。嗯。喂，你真係冇你真係冇心機，你驚嘅喎，你冇心機睇嘅喎。反而嚇，因為個個都忙緊啦，多客啊嘛。嘿，先生請隨便睇下，有咩需要就隨時揾我哋喎。咁你咪好撚瀟灑，咪喺度睇下睇睇下，你又唔代表會唔換機嘅喎。嗯。OK 嚇，所以就好撚慘。好啦，咁有個別咧。是錄得升幅的，有個別產品藥物和化妝品，我想藥物及化妝品是一個 category， 我覺得絕對是藥物，因為你真的開藥關怎樣少人都多人一點，比去年對比去年，還有呢你香港人都是注重保健啊，各樣東西的電器呢，那些就沒有東西的，很定期，我想現在電器都不是說小電，一定是電話那些，你新款有出的它就會有增長。書報文具禮品我就真的沒得解釋喎，屌你書報文具和禮品三樣東西我都不覺得它會升的喎，咁我有升 6.9 個升幅，但我不想講呢度，我反而想講下呢個統計處個發言人，佢講乜嘢咧？佢話香港目前整體經濟情況正面，整體投資開支在第一季繼續擴張。四至五月商品出口貨繼續錄得雙位數按年增長，政府正在大力吸引世界各地的企業、資金和人才來港，取得良好進展。我們會繼續持續鞏固傳統產業優勢，加速培育具潛力的新產業。統計處發言人，屌你老母！喂，你是不是做多了事啊？咁撚得意啊！而家啲人係嘛？即係。當然啦，咁啊善進善土吹下水啊，冇乜所謂。咁但係我真係覺得咧，我一個統計處嘅發言人嗱，你好簡單嘅啫，你就將你嘅工作去匯報，你嘅數據公佈講完㗎啦。至於喺政策上面你做緊啲乜嘢，而家政府做緊咩，關你撚事啊？即係老老實實講，啱唔啱啊？咁你又見到而家咧，即係嗰個政府啲官員嗰種風氣啊，喺度咩啊？個真係或者向祖國，或者向老細，希望得到提拔。喂，就正如嗰個啊審計處，喂，屌你都咁嘅國安法嘅講埋，咁你點搞啫？係嘛？好啦，咁另外，咁啊，毛國界記者指出，佢話自從咧國安法2020年6月30日通過之後咧，咁啊最少有900名媒體人係冇即係失去工作，28人被起訴，咁你目前仲有10人在獄中，咁啊我都唔特別講啦，大家明白㗎啦呢樣情況啊。咁啊，其實首先咧，有一個喺台灣創辦光傳媒嘅前《蘋果日報》女記者咧，梁嘉麗就話咧，佢過去嘅同事入邊得翻5% 繼續咧係做緊工作，即係記者工作。哇，得翻5%，係話我真係唔知900個喎，如果咁講。佢話咧，多數人都轉咗跑道，佢而家喺海外離散媒體，即係搞一啲咁嘅離散媒體啦，嚇，就令佢感受到反抗嘅能力。離開家鄉的負罪感會少啲嗱，反而我想講第一個呢度，所有離開咗香港的朋友，我不覺得你哋有咩需要負罪感嘅，係冇必要的。留在香港的亦都唔需要有咩負罪感，甚至乎翻大陸消費嘅，亦都唔需要對嗰啲喺運動入邊犧牲咗嘅朋友有咩負罪感。
生活是必須繼續。OK， 冇必要去令到自己咧，屌你有咩傷春悲秋？喂，你去到你有能力嘅，可以繼續為香港即係報導一啲我哋呢度嘅媒體、在地媒體、小報嘅新小報啲嘅新聞，玩唔同嘅角度，咁我哋咪多謝你咯。唔需要有任何負罪感，每個人對自己嘅選擇，或者但係香港好撚掂，都唔係或者啦，好多好大機會會啦，係嘛？喂，跟住，不過我想問下咯，啊，而家七月啦，係嘛？嗯。杜拜王子喺邊度咧？究竟會係嚟定唔嚟咧？我就係即係其他冇嘢問啦。至於嗰啲咩北部大都會啊、明日大嶼嗰啲就冇噶啦，唔使講噶啦。屌你有撚錢咩？哇，係嘛？真係講完都嘥氣啦。咁另外咧，就呢一度咧有一個啊，呢一段新聞入邊咧，亦都有一個有提到香港喺呢一個新聞自由排名嘅指數，二零二零年啦，甚至乎全球第十八。咁其實我哋喺2020年之前咧，大概都係咁上下十零啦。就即使喺2019年之前咧，我印象中都係咁上下十名八名，就未試過話名列前茅第一二嘅，就從來都 OK。咁但係十零都唔差嘅，有因為一成全球有180-200個，我唔知點計啦，啲地區國家。而家我哋排名係幾多咧？啊 OK 喎，都唔係太差喎，135。就配合翻我，即係好似我啤你讀書咁樣咯，全班40多人，咁我咪31到咯，我唔會係冧咗幾個㗎。嗯，我又一定唔係中間前面。哦，大咁我哋而家130多。有180，即係仲有48個國家地區喺我哋後面，都不能夠話太差，即係 D 啦 ，A B C D line curve 咁樣 B 啦嚇啊，咁啊如果你話以前18名咁一定係 A 啦，係嘛？咁由 A 至 D 嘅路上面，咁冇嘢嘅，係嘛？幾年啫喎，新聞自由嘅嘢嚟講啊，咁我哋咪盡力去，我哋啤哩晚報咪盡量去力挺咯，即係好多時你問我是不是有即係包括呢段報導啦？呢啲媒體自己嘅自我審查咧，肯定係有啦，係嘛？咁我哋咪盡量唔審查咯。你問我哋有冇咁，當然有啦，好撚大添啦。有陣時我寫條題啊，寫完之後啊，我都要再執翻啲字眼，我驚佢誤會我啊。啊，梗係有啦。我同大家講啊，唔係而家有，2014年都有啦，係嘛？大家唔覺啫。咁咪有啦！我哋喺個街上面，好似嗰陣時2013、2014、2015嘅時候嗌咪，你估冇諗過度講咩？嗰陣時新聞啊嘛，梗係要諗啦。即使嗰陣時我哋都 sense 到有啲嘢㗎啦，係嘛？好啦，咁另外講埋呢兩單新聞啦。啊，呢啲冇咁政治，但係都係政治。咁啊，教育局公布高中中史科優化方案，最快咧下學年。就喺中四、中五度實施啦。OK， 好啦，而經濟科嘅新措施咧，就喺2025、2026年，哇係喺中四度實施。咁啊，終於都頂唔順啦，就係香港中學校長會話嗱，佢哋係樂見當局精簡中學嘅課程，但係喂，你推出呢啲所謂優化方案之前，都冇諮詢過前線教師，然後就話要執行嘅喎。喂，最快下學年就執行嘅喎，佢真係擔心影響到學生嘅學習。咁啊，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連振邦就話咧，佢話一般嚟講咧，都會有啲具體安排嘅。譬如你考試年份係安排喺2026年嘅，咁啊真係影響2026年，而家2024或者影響到而家中四嗰班學生。OK， 咁佢話如果以前佢哋點樣咧，即係大家具體諮詢過啦。喂，起碼你都安排去到20，即係最基本嘛。我就睇佢呢度，佢冇咁講。最基本應該係2027年先考試，就影響咩咧？就係出年上嚟，因為你已經知道出年上嚟呢班會有嗰個考試，有嗰個 syllabus 啦，會精簡咗。咁老師會多啲時間去備課啊、適應啊各樣嘢。原來唔係喎，2026年考試，拍下腦袋要快搞，咁你不如2025咯，係嘛？因為今年 DSE 考咗啊嘛，2025年考咯。你而家先講，而家講中四升中五個班，其實就會考嗰個試嘅，係太過倉促。佢話其實咧，一般考試安排咧，其實都係有啲即係調節㗎，適應啊。佢個過程點樣令到啊？哇！佢講得好小心啊，
令到集體智慧又或者更多老師的智慧可以在優化方案裏面做得更理想呢，是不是會好一些呢？時間上老師是不是有足夠的時間作準備呢？喂，我想你真的要跟蔡局長講一講咯。喂，你遲一年你不會死的嘛。蔡若蓮你夠你死的。屌你老，只爭超值就要精簡。嗱，我唔知佢精簡啲乜嘢啊，其實嚇，屌你老尾！所以你話今日我又有啲網友特首又問我個仔17歲點搞，我話等多年咯。屌你老母臭閪，撚就係咁打電話嚟，我睇下先。喂 ，hello 邊位啊？你好，我想問你麻煩。係啊，我係啊，邊位啊？你好，呢度大新堂長生分行聯絡你個姓名噶。哦，大生牙，我唔需要啦，拜拜。嗱，呢啲都好啲，其實一聽佢把聲，喂一下就知道係香港嘅，香港嘅，即係你有啲咧，成日問我，有啲就有啲真係好撚舊姜嘅喎。係點咧？佢仲要話咧，即係大陸地產，我冇興趣。唔係啊，真係好靚啊，點點嗰啲咧，即係講普通話或者歪廣東話嗰啲咧嚇，屌你老尾，咁撚靚又唔優賣咯，係咪先？唔優賣㗎。好啦，咁另外最後嗱，有個浙江遊客又係小紅書，咁佢咧。就投訴早前在香港自由行坐的士56元車程，他給了1000元大鈔，司機斬了44元，他一落車發覺咦有沒有搞錯，這樣都可以，於是乎呢就立刻呢、去報警啦，差人也找到司機，那司機就說喂沒有、啊、我只收了1000元，不覺得 我收了100元，不收不到1000元、啊 okay? 結果搞了2小時之後呢，差人話都冇證據啦，就只能夠放人。車 cam OK， 咁於是乎，車入邊唔一定有 cam 噶，唔一定有 cam 噶啊。咁於是乎咧，就佢就上小紅書話叫大家小心啦，又話什麼一粒老鼠屎就搞到全香港啲形象都冇曬。嗱、這個嚟自浙江嘅女網民話，早前去嚟香港旅遊，由 M 家博物館去尖沙咀。其實都好撚奇怪，我 M 家博物館去尖沙咀邊度先？仲要56元。如果 M 家博物館去尖沙咀邊度，我都覺得唔使56元喎。不過唔緊要。佢話雖然車上面有支付寶標識，但係司機話淨係收現金。嗱，其實都好有問題呢、這個司機。屌你又自己咁搣撚咗支付寶去啊嘛。於是乎佢喺身上面擺將僅餘一張嘅應急嘅千元面額港幣俾個司機。到達目的地之後，個司機將個車擺停喺路中間，然係咁催佢話後面有車。嗱，呢啲都常有啊。我屌啊！你做料咪你咁規老友發人落，屌你清撚坐先。不過都好少啊，真係好少嚇。好啦，於是乎一落車咧就發覺，咦原來得翻啲碎紙44元。好啦，跟住個司機就走咗。嗱，去到而家呢啲係冇證據嘅。咁我哋去諗幾樣嘢。第一，這個女仔浙江女仔，佢可能真係俾100元，不過佢以為係俾1000元。你話佢會唔會係？佢知道係100元，然後就夾硬話1000元呢個機會細嘅，因為你搞到佢要報警佢成，所以佢可能係俾100元，佢以為1000元，又當然佢真係俾1000元啦。個司機可以係點樣呢？可能真係以為佢俾100元喎，冇，因為佢真係俾100元啊嘛。或者佢真係俾1000元，但係個司機咧係以為佢俾咗100元，就找44元啊。咁但係如咁，我哋就。其實而家你去咁去咁係咁逐層分析，你都係攞唔到嗰、那個咩嘅喎，即係攞唔到個事實證據喎，即係好似差人咁樣，咪咩咯？但係一般嚟講咧，你話如果呢個浙江嘅女仔去得報警嗱，大陸人啲 man 嗱，我哋都明㗎啦。但去得報警，然後仲要寫咗小紅書，咁我會比較偏信佢嘅，尤其是你佢又得一張應急嘅1000元，你應急我嚟得100元㗎，係嘛？但你去到香港嚟旅遊，你係咪咁咩咧？嗱，所以咧，其實就真係咧，好似佢啲網友有其他網友話齋，喂，你真係老實講，真係要數清楚、睇清楚。一找錢時會找錢要睇清楚。找嗰44元，你應該 feel 係啦，因為你44元爭好遠啊嘛，係嘛？咁你所以咧，我哋冇辦法啦。去到而家呢個位咧，哦，我就覺得咧，嗱，如果你話司機真係收1000元。佢可以係真係收咗1000元，專登就話自己收100元嘅喎。咁但係一般人就真係唔夠姜咁樣撐嘅喎。如果人哋有錄影咁點啊？你點知個女人有個女仔會唔會有啲咩 cam 啊？嚇！所以咧，因為你真係你點都多幾張嘢啊嘛，係嘛？所以咧，
學差人話齋都難夠講嘅，你只能夠咁講咯。喂，當面找足清楚，唔好阿支阿裝。嗯。哦、啊，好似有陣時我哋都會有噶，譬如啲嘢寄咗去啊啲客度，佢話喂小金樽 N and N， 咁你只能夠點啊？認咋？你冇做，即係你冇去做清楚，甚至乎影好曬相，係嘛？咁車咪唔使拗咯。其實最好咯，無端端搭的士咯，幾撚簡單 ，call 車 ，OK， 屌你係。啊！預付網上付，好休息一陣，休息一陣。